什么前面怎么过？我跟你讲，我认真了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为什么，我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会失误了，我会讲出一个让你们会觉得非常有道理的理由出来。我等一下我就用这一关来证明给你看，我真的没有嘴炮。好，三号可以休息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刚刚会一直失误？因为我在玩的时候是看着我电脑的画面在玩，然后我电脑的画面会延迟，所以我的音乐跟着我的那个电脑画面是延迟，所以我才会一直失误。我现在专心的看着 N3DS 的画面，就不会失误了。来，大家跟着我。欸，感谢 Brian 耶，感谢你的订阅，对，感谢你的 donate。好，我是要看着那个电脑那个游戏画面来玩，我就不要看电脑画面，我就直接看我那个游戏机的画面，就不会有问题。怎么可能啊？一直出这莫名其妙的问题，相信我，来 ，Follow me， 一起来除毛吧。没有在嘴炮好吗？告诉你，当初也是靠着劲舞团跳出一片天空的我好吗？在我大二的那一年，在劲舞团的世界里，靠着那一个优雅的霹雳舞，哇！就跟你说吼，那是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是要回去接那个凤梨给你们看，哦，我是要回头接凤梨给你们看。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用这样子证明我自己，我相信你们都是相信我说的话。来，我得到一个新道具，什么鬼东西啊？